好熟悉的味道。你身上有梦展的气息。丽莎，梦展已经……你身上除了镯子，还有晶石，对不对？你说的是这个吗？魏生燕刚给我的。怎么会？他真的造出易经了吗？易经？易经也是可以造出来的吗？易经的力量非比寻常，除了像梦展一样能借助易经读取或消除记忆，更甚者控制人的意识。你的意思是，玲珑很有可能被微生燕控制？玉庄，帮我一个忙。总而言之，除非把我这里的幻灵石换成易经，不然我就只能试试看，但也未必能成功。但如果把你身体里的幻灵石换成易经，你会不会有什么危险？据说是蚀骨蚀心的痛，没人能受得了。那我们还是不要冒险了吧，毕竟易经本身也是很危险的。所以我才让你帮我，用你的意念力保护我的意识不被易经所控制。未来的夫婿是谁？魏生燕。他倒是像牡丹，虽是无情，也动人呢。原来魏生燕那么早就觊觎你了。走。要去哪儿？去找魏生燕。丽莎，小心。我不知道，危险！我们快走！